啊，谢谢佩佩，谢谢佩佩。啊，好，跟你讲为什么没有声音好了。我半夜不是有传西敏的声音吗？因为那时候我怕有呼吸声，或是我这边收到声音，所以把声音关掉了，干哭啊，好呀，哈哈。谢谢佩佩，还是只有佩佩最懂哦。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心情不好不开麦啦。啊，我是说，那如果想看雀魂，想玩雀魂的话啊，就用什么新台币下架之类的，不用。你们只要点喜欢，到70我就换。当然不，因为昨天怎么样，本来想改成100，可是想说70，聊天室有多少人真的玩雀魂，也没有到70人呢、啊。那靠！我刚刚从头到尾在那边打招呼是打心酸的哦。我刚刚一挨家挨户一个嘛，一个一个讲诶，我还说什么诶，艾丽恩，你们那么早那么晚睡的啊？OK 吗？真的有休息到吗？然后说佩佩早安，黛鱼早安，然后还说什么我想想，林毅我要听你的声音。我刚刚把所有聊天室都打招呼过一轮了，啊，我不再打招呼，好累哦，唉。北吧，白木。白木。烂 OBS 烂，对 OBS 最烂。魔力宝贝。再来一次，不要，很累呢。要打招呼多累吗？看来这个不能摆第一个了。这里，昨天听泡芙唱歌入睡，了不起哦！白痴，你昨天那边给我用西敏的声音，以为大家以为你开麦，那是白目。下次就不录了啦，录什么？下次就不要录了。好听我才录又不是什么真的是要什么很羞耻公审之类的，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有跑去那部影片下面重整很多次，看有谁留言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很在意，对不对？对嘛，那就好了啊。其实你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啊。有期待就表示说你想被曝光。如果真的达到70喜欢，跟我讲一下哦，因为我的画面看不到，我现在都是把人数喜欢那些全部遮起来，啊，不去看就不会有伤害。我们不要去看到不喜欢看到的东西，就不会难过了。等一下，我的画面要再调一下。倒是没有看那么多次。你昨天留了2次才成功留言，对啊，昨天想说多少？昨天有8则留言，可是只有5则留言看得到。你往好处想，我唱歌最难听哦。昨天你知道？昨天我一上传那个，因为我说，我要开台了哦，我说我开台了，然后想说就想说怎么突然西敏唱那么好听，我想说我要开台给唱给大家听，小刷一下，谢谢景月的1500，不是1500，150，太想要钱了吧，繁星，等一下哦。感谢感谢，是1500啦，抱歉抱歉抱歉，嗨，没有那么想要钱呐、啊，好，上班加油，
讲错啦，哎呦，刚睡醒哦，麦安呢啦，我昨天记忆有断层多了，我等级卡二十，我的卡要等二十五才可以，哦，我想说你等级卡二十五干嘛等我，我干嘛等，去练等啊。我中午去拿笔电带你打速劳哦，也不用那么急啦，慢慢玩也可以。克洛伊安安，立跟昨天白目吗？就想到那边，就我在那个用单曲循环嘛，在听西明的歌，又突然有个突然 A 口，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然后看到立跟是开麦在播西明，在那边唱歌，超白目的哎、欸。嗯，我想一下、喔，然后干嘛去了？嗯，宠物不是，刚好有件事情哎、欸，我忘记了，好像跟宠物有关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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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昨天不在啊？对啊，欸，昨天他们还说，哦，好怀念什么加藤的转盘哦，啊，技能啦。然后我昨天一上传那个记录档，不，那个录音档之后，突然聊天那个 DC 大家全都关麦，真怕我在毒害他们。啊，你们想太多啦，是真的。好听就算了，是真的真的非常好听啊，值得进入那种英雄榜的那种，我就录下来了。啊，没录到的也不要难过，不是说你们唱歌难听，因为可能录的过程中还有笑场啊，或是有一些杂音，那个我可能就会删掉了。所以利恩昨天有到底有没有讲话啊？没有吧？他只是笑没讲话。对啊，他昨天在那边播人家的音档，然后就在那边偷笑，白目。关台前，哎、欸，关台前有在 DC 讲话。哎、欸，关台，我昨晚关台前吗？迪恩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来没听过你讲话。你竟然把你的金口，已经让克洛伊听了。嗯，我这只角色不是武器拿很高吗？你们都是骗子啦，音痴，都是骗子，对吧？个个都是骗子。物品，哎、欸，格强攻，哎、欸，怎么不是格斗攻？下午今天三点还睡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下午三点还睡啊？关错视窗。
是谁下一秒被 KO？ 木鱼早安，你不是三点都去补眠吗？啊，昨天也是快四点才睡啊，怎么了？来，你们那些讲不好听的，来，我们去语音群。好不好听要交给观众来决定。对吧，我们观众都有明亮的耳朵，呵呵，明亮的耳朵。绝亮亮的耳朵。好不好听是他们决定，有评审决定，不是自己决定。下班带我到25的。不用啦，我还有我姐，你忘了吗？不要再骗哦，真的不要再骗哦啊！你看你们在那边骗，还有被偷袭了吧？啊，认真的吗？什么认真的吗？加藤就算了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叫加藤就算了，繁星好好说话。突然发现坏坏 YT 没有自动续会员，对啊，其实不太会自动续会员啊。我感觉这边我打不动啊，难道要去欺负老鼠了吗？还是被老鼠欺负？我的天，我的天，爱夏西。月月那边会自动续？我问他啊，排挤我？这就是排挤不排挤的问题。希望可以在我出门前达到73。啊，西米，您想多了。那来70站，你要不要来一首歌？我们达到70站，你唱一首歌，然后我们再来换雀魂。哎、欸，靠腰，那个乙夜月你不要洗哦。那这样我门槛要拉到100了。来，乙夜月你有几个站？你个本人，你有几个账号？你有几个账号？我要调高到100。80，嗯。今天安妮的会员限定的魔物猎人应该是 Switch 吧？你要听什么吗？哇，你真的要唱哦！你看，这个人就是很爱唱，只是他没人在后面推他，你懂吗？他、啊、其实，因为昨天那部影片我也没有问西明，我就直接上传了，没事上传了，不是上传了啊。然后我就直接问西明，他说我就问说，哎、欸，我又没有问啊，我说哎、欸，我直接把记录档丢上去了，然后我就直接贴那个影片网址丢给他，他其实没有拒绝啦，他反而有点开心还是什么感觉，因为他有偷笑。因为碍于我对于西明了解的这一点，他我是觉得他不会很在意我偷录他，你懂吗？又不是录他破音还是抖音之类的，没有啊，那部影片完全没有让他觉得颜面羞耻的任何一点。安妮是 Switch 版本哦，那没事了，应该找我们，因为他上次番茄是说他不会买 PC 版本。啊，因为
碍于各种种种原因，碍于哇，怎么打这么低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好痛哦！有等哎，七十二，我要调高门槛。哎、欸，反哎哎哎哎啊！你唱昨天唱给克洛伊唱的那一首，哎、欸，昨天你在唱哪一首啊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然后我还附和你唱的那一首，那叫什么？什么爱什么的，我忘记了。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哼哎、欸，哼到忘记了。爱呀、啊、爱吗？你可以打大概歌词吗？你可以来光遇一下吗？PC 特价，对吧、啊？那时候 PC 半价哎、欸。如果好听的话，我再把这一段剪出来，音乐，然后帮它加字幕，然后加特效。爱我的话，给我回答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。哦，这好好听哦。啊，克洛伊唱的也很好听啊。可是，嗨，克洛伊的话，应该他不允许我丢在上面吧？你好，请唱，你清唱就好了，你清唱就够了。你可以戴耳机播你那边的歌清唱，不要播出来，我怕整部影片没有盈利。哦，等一下，整首嘛？不用整首啊，你要整首哦、喔。我没有、你要整首也是可以啦。我没有想要对你那么坏，但是你想要的话，看你咯，看你的诚意，好吧？不对，我的诚意。你不是刚睡醒吗？你这喉咙还好吗？啊？啊？我洗漱过啦、啊。洗漱是怎样？洗漱就开嗓了吗？哎、欸，呆鱼，为什么你不能？你洗漱就没开嗓，呆鱼。你唱就很奇怪啊！哎、欸，你家克洛伊说他唱就很奇怪、欸，你要不要反驳一下？不会啊，很可爱啊。对啊，啊，不是可爱的问题啊，就很奇怪啊。对，他又会讲回。我觉得他不会觉得自己可爱啦。五二零快乐，对耶，克洛伊五二零快乐。然后从下半段开唱一小段就好了。我现在关麦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。关麦。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病恹恹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、哦、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、哦、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哦，好听好听。嗯、哦，我去吃早餐。好啊，你要开日麻了吗？要了要了要了，我走到底，我准备开场了。好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刚刚说准备开唱了吗？我有听过，我有听错吗？对啊，就觉得因为最近我那时候不是有讲过吗？西敏的声音其实跟他的唱歌的音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件事情我跟小鱼说嘛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怎么差那么多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唱歌的声音跟讲话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嘛。那就哦差哎，你下次用御姐音好了。没有安口的吗？等下怪人你要来吗？靠妹子变骗赞过分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不然下次好不好？哎、欸，100个赞，金明就来唱歌。没有，那时候你哎、欸，你们当我那时候说要开那个什么兔窝好声音的时候是假的吗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我可以开个台去睡觉，然后播你们的歌就好了。我被送出去了，哭啊！他是叫我去开日麻吗？好吧，就开日麻吗？日麻吧。哎、欸，子瑶要不要讲话？一句话就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子瑶。嗯，参赛者那些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世，不是身世啊，那个过往啊。你是来自台湾的子瑶啊，第一次来兔窝好声音。那斗内算谁？我的啊，欸，平台不用，欸，不用设备的吗？不用个平台的钱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边打麻边魔力啊，我就要立，我立之后才会碰魔力啊，不然这样对跟我玩的人很没礼貌。反正等一下22分钟嘛，这一段我再剪出来。欸，如果只要你们之后唱歌，我丢到。屁啦，同时上线58人，喜欢79人是骗我，想骗我。有谁去那边洗分数的啊？洗赞的，谢谢。在那边给我骗。然后最近有那时候什么克洛伊他们在刚玩光遇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也在开始在唱歌嘛，就是一群人喜欢在光遇里面唱歌，或者是那个唱歌KTV 里面唱歌嘛，就反正唱歌地方有分三区，一个 general， 一个光遇，一个那个 KTV。然后那时候不是有的什么叮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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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个，那时候也在听哦。好，玩游戏，还有疯人院哦，对啊，爱嘎嘎，等我一下哦，接一下话，等一下哦，怎么打不开？林一要不要讲话？子瑶要不要说话？我下去抓人了哦！啊，早上不会说吵到家人吧？什么家人还在睡之类的，我不信哦。你在外面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听你的背景音乐。哎、欸，那西米，我改成100赞的话，你再唱第二首歌好不好？用妹子骗赞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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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时差。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。どどどど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。哎、欸，我是没有想到10:30就换游戏了啦，下次改100赞了，可恶！放歌，嗯，好扯哦！来，我们兔窝见，不要在那边嘴了哦，不要舍不得哦。
欸，好扯哦，零一在那边开麦又关麦。如果要在十一点前，如果要在十一点前再唱一首吗？你十一点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放枪的时候，西明唱一首谁？我放枪还是西明放枪？那这样他就只会断腰跑走啊。那番茄你要不要进来？侍卫的话就穿女装，请问要上去吗？西明给我过来。对，给我上来，看你们啦，不要的话我就离开就好了。欸、不是啊，同时玩那个游戏太累了吧？等一下哦，我在带队。你为什么关麦？在吃东西了、喔？对啊，在吃东西。你为什么要吃东西？你不是不用吃东西吗？我不用吃东西。美女仙女不是不用吃东西的吗？我不是啊。你不是说你是仙女？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哇塞！不是你既然要当仙女，你记得我昨天讲的，你要登录，拜托。你顶个钱吧，晚上会登录德州扑克是不是啊？嘿呀、啊，嘿呀、啊，他掉段真的很恐怖。他什么？那个游戏？怎样？嗯，我昨天直接从三段掉到初心者，他中间有五个段哦。你就知道我平常打的多谨慎了吧？哇，掉分掉那么严重哦。很掉啊，那掉很凶。你输个一两万币，大概就掉一段到两段吧。我怎么帮你刚亮了？嗯，啊，你怎么亮了？我怎么亮了？七亮好亮。我终于可以讲话了哦。怎么了？平时不能讲话？不是的，刚睡醒，刚没有声音了。金敏很痛哦，哦，小月很痛哦，我在拿着水，我稳健打了，我做错了，我昨天没玩抓鬼，都是番茄的错，哦，番茄，我也没做错什么啊，我就起床打个麻将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只是帮我刚了个宝牌而已，你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。22分的时候唱了首歌，你做错了什么？哇，奶那么大、喔，他那个奶真的好明显哦、喔啊！天哪，奇妙啊！这奶好不科学哦、喔，总是在。奶好、喔。结婚了就这样而已，其他的。天哪，奶好明显哦、喔！那奶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不科学、啊。这一张真的莫名其妙。不是啊，喝醉了就，李明。我要糊了，我会死吗？不知道，我会死吗？糊啊，糊啊，不会吧？两千混一色而已，想说混一色，要多大？吓谁？我听九万等级，我听四七啊。哎，这么脆弱的混一色吗？早说嘛！你很脆。啊，好脆弱的混一色啊，只好伤害西敏了。我要伤害西敏，快过去西敏那里。啊，错边了。哇，丢错牌了，丢错边了。不要伤害的是西敏啊。
球我也很少第一场可以抢进来，我好开心哦。我喜欢你从来不我相反的，我只有第一场才能抢进来。懂不懂你有没有他都抢不到一点点心动，我天，那么一边抢一边哀。我回答我的我也要酒，我也要酒，你看你看我也要，真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一起喝好爱我的话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喝醉跟我这个喝醉真的差别很大呢。你看我这个喝醉多漂亮，你那个是啥味？我那个只有那个，那个纯粹就是那个路边被人家捡吃的、喔。哎、欸，这个路边。谢谢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要杀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，你要考人是不是？没有，开照很大嘞。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对面？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对面？你对面亮而已呀、啊。哦，我这个哪里可怕？这个土泥色而已，是要干嘛？那起码四番而已啊。刚。他们两个在斗嘴，我继续听。怎么了？吓死！我以为他又更亮了，吓死我了！差点把西敏吓坏了。我最近没有很凶哦，是真的没有很凶。我这一把那个钢又自摸，太开心了吧！好久没有这样。这个牌不对耶。你怎么了？你要什么牌吗？你这个牌怪怪。七。没有，只是他剩的不多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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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死了，吓死了。你们就这样留下我。好了，唱一首歌啦，要不要？你又唱一首歌。我刚刚在播你的歌，你知道吗？想知道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。没事啦，四千而已，没事啦。哦，三个只有十名。不是，我说他抢我荔枝棒。早知道我刚才都不利了，本来可以自摸的。哇塞，我又选错了，二选一。我本来想说那张六万只剩一张了，我有点危险呢。然后我就丢掉了，然后就丢掉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！这个牌，哇，好尴尬！嗯，跟我尬哥，我输他吧。他说他歌姬耶，仙女耶。他刚刚会笑着想，你看他现在笑着想，很腼腆。我哪有讲过这种话？他也不讲话，他就喝酒哎。我改一下，哎、欸，西敏，快一百赞了哎，一百赞要干嘛？可以换回魔力宝贝，退赞。啊！我打这个很危险呢。哎、欸，你打很多一万呢，你在断人梦，虽然没有在梦。我在回你梦想啊，怎么了吗？有问题吗？我断梦大师，让我走。你想要这个吗？嗯，这个。天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是他？
我超火力，偷走你的力气啊！我这人真的很坏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坏。所以我力气不要再躺了，不要再躺了，不要再躺。画面不太好。不要再躺了，你起来。吉米，你起来。我不想受伤。力气。欸、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哦，怎么气耶？谢谢，你让我，我知道你让我的，你不是坏，我都六万。一次，本一次，ドラ、ドラ。六万呢？我说，还早、啊。本一次，还早。还把你的名字念错，你他其实跟二阶堂长超像的哎、欸，很都是那种脸。你说这一只啊？对啊，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他是二阶堂。不是，我知道不是他，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哦，我要丢什么啊？丢什么都不对耶，眼中就是个酒鬼啊，这样子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的林夏家给的这个微妙。你今天出门是要去迪士尼啦？你把他去迪士尼去玩一下，嘿啊！你要被是随便去随便玩哦、喔，说去就去的旅行哦、喔。嘿啊！我同学说他把那边当自己的后花园在逛街。对啊，不然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逛？我说说去就去，太屌了吧！啊，我应该丢这张的，靠腰少一番。不是你买那个连卡、嗯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。哦，啊，你有买吗？买了。啊，你盘子哦。然后买的那一个月，我吃土了。才说你盘子哦，天哪，你在干嘛？我要荔枝。可能住在台湾不能想象是迪士尼当后花园吧、嗯？还是就是就是我们的剑湖山小人国那样子，每天都去玩，每天去里面玩个旋转木马再出来。啊，那个是一年的吗？还是终身？一年终身也太扯了吧！啊、是你一。是你买了之后的开始算365天吗？还是像你月底买就月底结束那么惨？好一般，但通勤证很多人都有、欸。开始算啊，大家都盘子啊。哎、欸，100赞而已。嗯嗯嗯，什么？你准备好是不是？嗯，我准备好什么？加一首歌。啊！我把自己的语音删掉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把自己的那个删掉，我怎么办？讯息被撤回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把我自己那个置顶删掉啦，白痴！我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重设一个。哦，这样可以哦、喔。那你那个置顶不是过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要换100啊。啊，你重设一个不就可以重新置顶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很少用置顶。去三次就回本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说像月底，对，因为你月底办去三次就回本了这样。但是从你买的那张卡开始算365天，然后一次票钱就是你直接去就300多块钱了。买那个卡就看，嘿啊，然后就看你
买什么类型的卡。不同类型的卡他去的天数都就是有些周末不能去，只能去一至五。学屁呀、啊、我以为要哦，这个鸟摸回来了。那为什么都是喝酒的差别那么多？嗯、都是喝酒，喝的酒不一样啊，而且漏的都差不多。那还要唱啊你？还要听哦？对啊，你再唱一首吧。我关麦。你要唱什么歌啊？看一下哦。我、欸、突然忘记你都唱什么歌嘞。格斗宝贝你也唱过了，还有什么？699那么贵吗？弯子腰来唱啊！叶子腰，一百号换什么？子腰，子腰，你一个人会不会很无聊？我去找你。不要，不要。你在外面，我没关系啊，你有 BGM 呢、欸，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大声的唱，你可以成为万众的焦点。你会唱什么？应该说这个西敏都喜欢，不，克洛伊都喜欢听你唱什么？不要选那么高音的，不要那么高音啦、啊，破掉等一下很尴尬啦。你要想一下，它破掉的话，我就不能剪出来了，那种太羞耻的我不会剪，太丢脸了。又哎呀哎，来怪人来，那就你了。心诚大也是高的，可是特别喜欢听那首什么一路生花什么的。可是他最近不是喜欢听海绵宝宝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要唱吗？你要唱，我要先把血魂声音关掉。哎、欸，海绵宝宝，我来唱好了。你来吧，没有了，我不要，他不会想听，他不会想听我的。他说：“才不要你的。欸”你要唱的先讲一下哦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来，请开始。叫着来，他说你来耶。我？对啊，各位说叫着来啊。我找歌词。我？不是西明吗？那答一百五好不好？一百五我再唱。现在是西明的回合，150，还能这样子哦？啊，不是啊，100达标啊，100怎么是我？是你啊，都唱来接歌是不是？今天你一天没理我，然后换你吗？这样很烂呢、欸，延迟，会延迟。啊，所以现在是我要唱哦。你唱海绵宝宝啊，啊一百五再唱海绵宝宝啊。好，关声音。我等下出门我就挂着台。嗯。不能错过。快到149的时候，马上关台。哎呀，怎么关台啦？踢到网路线啦。哎呀，怎么？不小心啊！来开始。好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脚书。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
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原来最后于事无补，不知你买什么葫芦，心里没数，追你的竞争太残酷，都在你心里的温度，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，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教书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在拖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刚才还嘴瓢，差点唱错词。喂，等一下，我要打开东西太多，我要把两边的麦克风都关掉啊！你最后啊，应该可以啦，就是最后动到麦克风。有没有人有音档啊？上来传给我，我丢在那个，我丢在那个上面。拿立恩提供那个克洛伊的音档。那我准备出门了。好啦，拜拜。开始，拜拜。哇，无名没抢进来，那是不是要口水？对啊。然后打150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150，喜欢繁星唱海绵宝宝。那我把薯条叫上来。置顶，可是最近网络不好哎、欸，可能达到145、146就会断网。其实我真的不记得利恩的音档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很久了、欸、那时候你还刚玩光遇的时候不是吗？什么鬼啦？怎么那么大啦？好像有点小，有点小。嗨，西亚，早安，早安，西亚。没事啦，欠着就好，欠什么？欠嘴啊！不要啊，这门槛再调高一点，我好怕哦。你是最近喜欢听海绵宝宝还是之前、我记得你是两个礼拜前喜欢听、我应该是没有记错啦。你看都在偷偷注意克洛伊喜欢听什么。我的海绵宝宝什么意思？有兔窝限定吗？会员限定屁嘞！我突然多了七个，一夜月，你不要开小号，150会不会太低？哦，我没有说要唱很好听啊。YT 突然有推荐 cover 哦，还有啊，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，我还蛮喜欢心电感应的啊，应该下次叫西明唱。不是我在上班哦，不是你哦，真的不是你吗？跟西明合唱的时候啊。好，记忆涌现了哦。怎么又被 Q 了？没有啊，你会唱的那个吗？万有引力吗？
有在听，那你可以练一下，还蛮甜的啊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有一首歌词什么，你家如果有钢琴的话，就什么弹给你听还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歌？忘记了，都忘记了，好像很也不是有点甜呐、啊，忘记也是汪苏泷的吧？听一个说加克林。我弹给你听，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有何不可？对，啊、哦、有，哦对，天空快要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大站在你家楼下，抬起头数乌云。如果曾经有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哦对，想起来了。你老公又出皮了，你老公是哪一个？我看 DC， 你老公是哪一个？你是说你现在白头发黑肉的那一位吗？哇靠，太帅了吧，太犯罪了吧，你女制作人哦、喔、我贴给小雨看，哎、欸，他不能这样子呢。等一下哦。我现在好卡哦，等我一下，我是真的很卡，我没有在做节目效果，我现在好像有点卡。General。还有什么？很低，没有地址的心，在你的背景有种距离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还好吧？为什么要唱这种悲伤的歌啊？还有啊，我们唱老歌好了，《薰衣草》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还有什么、啊啊啊？还有，蹦，要赌不是美男角吗？没有啊。还是幸福瞬间啊，克洛有听过吗？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。等那一天，我应该打掉这一张耶，好酷啊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。リーチだよ。等那一天我跳进去。很多歌都不会，不是会不会啊？有没有听过啦？我有很多歌不会啊，忐忑啊。生僻字啊，
囊。啊，感谢棉被猫，感谢生母，感谢眷属。哦，好痛哦。啊，感谢感谢，生母又口人了，生母口人啦。啊，我想到了，不然就是我们下次玩那个被飞被口的人要唱一首歌，要不要？感谢棉被猫，感谢眷属。啊，对啦，我的那个啦，好丑，还没上床，还没弄呢。今天想说开台前睡醒的时候弄，就会睡醒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。是现在开始吗？下次，太突然了。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就是开我的房号上面就会锁起来嘛，就锁起来，只给托的打牌，因为毕竟要 DC 啊，对不对？欸，嘎嘎巴走啦，那不是托怎么办？加会员啊，那怎么办？没有，也不是说要练财，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通讯的地方，然后再来就是托想打麻的人也有一部分嘛，啊，应该觉得全部打完一场也都是差不多也快两个小时了，那我可以剪出来。幸好我不会打，你不用打就可以唱了，好不好？还是150改只要唱歌，不行，我在外面，我管你，在外面也要唱啊，在外面就不用唱吗？还想跑啊？那只要。对啊，你看你今天哦，金敏在这边口了他啊，他就唱歌啊。无名进来了，口了他，又发现平时在那个抢房的人都没有进来。嗯，你好扯哦。我不敢抢了，对啊，没事啊，不敢抢的话，那我就去玩魔力宝贝。哎，欸，其实这个点赞对我很不利呢，我不能抢，我的手不让我抢吗？欸，如果我有吃碰的话啊，我全部打六局满贯的牌，所以还是六局满贯吗？欸，哭啊，等一下要出门，那是等一下的事情啊。还是你可以不抢，还是你要唱歌？可以的哦，无名。无名是可以的哦。是什么？还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妈，你的事是什么意思？不要，不是啊，哎，欸，不能就不能啊，不要就不要。是的哦，你觉得很复杂？不会啊，哎，欸。你要学的话，你可以找小鱼，他成功的瞬间教会了五个新手如何打嘛。他们学会了之后，个个在做那边24000的牌。你可以去找无名，不是打吧？找小鱼。完了，小鱼要走心了。哎，七，嘿嘿，我好卡哦。欸，怎么突然卡？是因为我开魔力宝贝啊？我们的 ，boom， 要收费开课。上次教我的，我看不顺眼的都丢出去。看不顺眼都丢出去，对啊，就不能让。不会的教好不好？后面每个都在说国士无双什么鬼的，那些都不要听啊。
网络用量太大，你是说我今天网络用量够了吗？没有啦，我要开魔力宝贝啊，这样是这个原因。我把这个关掉啊。有人就说今天的网络用量够了，对啊，抱歉，下班时间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啊，啊。我教人玩日麻都出自真心，我也是啊。魔力应该没吃到吧？我上次恐鬼三开魔力都没这样，那表示可能150喜欢对我的网络流量太大了啦，还有10个，我好怕喔。下次真的要设100个喜欢才打血魂了啦，刚70个马上打，我天哪，才刚进洞窟一下，欸，我才刚下洞窟啊，我学了日麻最后还是看不开心的丢出去了。你哪一张牌对你来说是不开心的啊？教主先唱一首吧。你想听什么？哦，我的最大幸福是发现了我爱你，灵魂有了意义，有每一天珍惜。便利商店里，谁也买不到。我们最想要啊！靠，我还没吃药，等一下我先吃药。想起来了，翻转头看到那杯水在我桌上，哈哈，忘记吃药啦！灵魂有了意义，有每一天珍惜。看近牌吧，最近有时候忍不住就想凑清一色，没事啊。反正新手真的不懂，就是先往一个颜色凑啊，一个花色啊，不是颜色。顺便喝水，滋养喉咙。哇，动个李四我也开心耶，讲真的。会听大串烧吗？哪一方面？你说80年代90年代的流行歌曲吗？会啊。我的天哪！力气一发，弹腰哆啦。嘎嘎要唱歌了吗？啊，不是说。哇！力气这么弹腰，哆啦猫，哆啦猫你。哈喵喵。好的，感谢怪人，怪人来唱歌，怪人。あら、まさか私に勝てるとでも？感谢怪人，怪人要唱歌了。怎么变成英德要上去唱歌了？因为你是怪人啊，因为你是怪人，我让你口，我让你唱，哇，什么？
这首什么歌？这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哦，对，我那时候在抖音上面看到啊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月色太美，你什么歌太温柔。然后就说提问，请问月亮做错了什么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月色太美，太美丽的，太温柔。那样的月色太美丽，太温柔。对啊，然后就那个抖音上面就说，请问灯。月亮做错了什么？你真的想练张宇的歌？你可以啊，还啊，你去练那个啦，105度啦，然后真的也是用柯文哲的声音唱啊。148了，对，西敏准备了，西敏 ，DC 哦，等你哦。还有什么对待？还有什么未来？我要把自己的喜欢点掉。我要把自己点一个不喜欢。那样的月色太美丽，太温柔。怎么回到柯文哲了？因为那时候105度会红，就是因为那个啊，有人那个模仿柯文哲的人唱的啊。出门了嘞，没事啊，你跟子瑶一样吗？后面有背景音乐一样啊，那些都不是借口，不是重点啊。只要想唱歌，每个地方都是你的伸展台，对不对？今天克洛伊想听歌的话，啊，你会找借口说这边声音太多吗？不会啊，你唱105度会变成悲伤的歌，为什么？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这样吗？今天想唱就唱，好不好？不要压力那么大。我唱的话，你们会送几分？那你晚点再唱，你等疫情过了再唱好了。现在医院也很忙，对不对？不要欺负大家了。七。我请大医院分享餐厅，我分享餐，我分享餐厅。其实我不知道克洛伊他是真的不喜欢，就是他不喜欢在台面上唱啊，还是就是觉得自己声音就是真的很没自信，然后就是不想唱，因为是真的是好听的声音啊。啊，像他就跟西明不一样，因为我跟克洛伊也是今年才比较熟的，然后就会变得说，可能真的要传音档，还要先问过他这样。装没蛋糕，但不会好像装没蛋糕回家。那样的月色太美丽，太温柔。你做国事欸，所以嘞，你国事，这叫国事无双，我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天白，这个叫国事无双，哇哦。哇哦！リーチ、ツモ、チートイ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。
你是真的觉得声音很奇怪？我当时也是这样觉得我自己声音的啊。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声音很奇怪，就造成说我就是越不爱说啊。就是因为当时啊，有没有印象？我当时不是有说，我被一个那个玩魔兽世界的一个男生说什么我声音很难听，叫我闭嘴，对吧、啊？那时候也不是前几天在聊魔兽世界吗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因为要分左右两团嘛，然后那时候在打的过程中，就是有一个把我视为情敌的人。然后就有在开麦说隔壁好了还是什么之类，就叫我闭嘴，声音很难听，吵死了什么之类，都你的声音。我说哇，我才回报两句，说隔壁状况怎样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在做国士无双六千的，嗯，那声音多好听啊！妈，就那时候嘴完之后就再也不玩了，没也不再也不玩，就是没有再跟跟我们工会团。哦，对啊，然后我一个朋友，他就是。看到数字网上面有卖那个阿努比斯的头吗？然后兔兔面具，那时候那些还蛮多的啦，就是也有把那个表演技刻到毕业什么的，然后那一套才8000块而已，阿努比斯的头8000块。原来阿努的头这么便宜哦，所以还是白鸮比较贵。白鸟，等等，我海绵宝宝可以往北北的声音吗？我想一下哦，应该可以吧，用喉应该没问题。哇！失礼、ロン。这种女儿跟她好好聊天。啊、就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哦，我可以同课的哎、欸。啊，算了，都多说无缘。龙呀！哎、欸，不是我，那个我等一下要站离一下，不是我要逃跑了，我肚子好痛，等一下可能要蹲个几分钟。对，我没有想逃的意思，只是现在也不是紧张，没有紧张，只是啊又想拉肚子。厕所回音刚刚好，屁嘞！你们想听到出来的声音是不是？在想什么？
不是扑通好不好？是那种气球泄气的声音。我可以现在装啊。啊，如果有在吃东西的，请把耳机先拿下来几秒钟。对。然后明明没有学，哎，就是刚刚那个声音啊，没有听到，可以拉回放哦。靠腰太突然了吧。还是你要我建议你穿女服的卡卡的欸你在烤哦！砰！哎，真的是雀魂卡啦，不是电脑卡啦。砰！砰呀！小事喜没了，我也很哭啊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以为北风没了，我能说什么？嗯，难道我摆脱了红中了吗？便是豆腐好朋友了吗？东耀安安。就是这个屁屋，还是那个谁，浩夫来唱《草泥马之歌》。要出门上班了呢，那你还没啊？他要出门了。你们这些在外面的那些都是借口，要唱还是可以唱的，好吗？那其实那时候 RC 年代就有这首歌了欸，《草泥马之歌》是那时候 RC 年代的时候的歌。
所以那时候你们在讲什么草泥马之歌啊，或是什么要抱抱啊？那谁？不是之前那个谁，边缘人说什么要抱抱？你们以为是要爱爱什么要抱抱要抱抱？不是。那时候阿西的时候，要抱抱也是那种主播必唱歌曲之一。我咚咚咚，请你给我一分钟。风声很吵，静音我不会啊，谁？反正刚刚也有人说嘛，对，加护病房会挤很多人。哇哦！力气。再见了，洋洋。満願鎮逸ドラ。ハネマン。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啊，洋洋要唱歌吗？洋洋。我关个麦哦，等一下哦，不关个麦啦。哪一首啊？海绵宝宝，我找个歌词哦。哎、欸，应该不是什么今天哎、欸，我要变成海绵宝宝来逗你笑，应该不是这首吧？海绵宝宝，那是我喜欢你人人态度歌词，我会有线上看。你要来喝个水，等我一下。喵喵喵！噔噔噔噔！哎，其实我有 BGM 哎、欸，可是怕放出来之后，我上次就是放这个版那个背景音乐就有版权了，所以，要怎么开始？那克洛伊在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好啊，这首为了克洛伊唱的，不行哎、欸，还是我改天去把那个 Echo 的音效卡装出来好。改天啊，改天，不是现在，现在弄不好。然后好这样子，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，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陪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最后原来眼睛瞪大在装无辜，原来最后于事无补，不知你买什么葫芦，心里没数，对你的竞争太残酷，都猜你心底的温度，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。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，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陪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看错歌词啦，去厕所会有回音，不会，肚子不痛了，肚子不痛了。玩一下哦，回来了回来了啊，对，你王菲菲版本的，我在干嘛？哎呀哎呀，不然200赞好了啦，移除。等一下啦，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有人下去了，对，聊天室暴动了，40000满足了，
我喜欢你冷冷态度。啊，你不是要去厕所吗？看完肚子不痛，应该说感觉过了。哎、欸，瑶瑶好可怜哦，丢了四根萝卜就被 ban 了。哎，可怜呐、啊。他、啊、会回来的，会啊。哎呦，又可以一杯口吗？啊，嗯，就哇哦，哇哦，规定就是规定，对，这是游戏规则。他被禁言长老禁言了，他不是被 ban。我是指肚子痛的部分。哦，对，对，他会回来，肚子痛会在聊天室的。被口播了，被口了播吧。哭啊，红中，我对不住你呀、啊，红中。阿尼阿维，七，龙，それちょうだい。不是啊，谁知道？我以为这一次是白板吗？没有了，两百没有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东西了，没有东西了。我们回去听一下，是小鱼唱歌啊，小鱼没唱歌。二十二分钟，二十二十一，这段。等一下哦，想太多啦，是真的，都是骗子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那是什么鬼？哎呀，要丢掉谁呀？这个番茄女装没有啦，不要来欺，不要欺负她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所以有谁在帮她准备女装啊？因为昨天突然收到他们隔壁台的说，所以你们真的要准备女装吗？我就在想说，搞不好真的有人准备。虽然我们是玩笑话，但是一定也会有人很贴心的啊，帮我们准备稳妥。哭哦，是一等来问的啊。你看番茄害羞了。
哎呦，害羞啦。屌丝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怎么了？你有意见吗？你有意见吗？你有意见吗？你拿了16000哎！哎，对，魔力宝贝，领一下。有人赞助就行。你说有人赞助吗？有人赞助。瑶瑶 ，Hello， 没事啦呀，没事，下次注意一点就好了。没有，那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遵守游戏规则啊，怎么办？可能就会造成说后面就会开始有人就开始不遵守规则。可是啊，可是他没有被ban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怕这种状况发生。你看我那天也是让梦娜安静了，昨天。リーチ。楽しみ。完蛋！还好那个好丑还没有上传。哈古。我、哦、还有下，还好下，不然就好丑了。阿古下，北七，把北七丢出去了。世界一直一直变，地球不停的转动，在你的雨里失控，我从未退缩懦弱。啊，同学早。魔力宝贝，魔力宝贝。七。没有，现在也没有算在练等呢，就只是在那个打打东西，赚赚经验。
要练等也不会自动练哇，卡时消耗，还玩魔力，还玩雀魂。你要去拜拜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这样子，你那个100%是不是已经没了啊？终于开始在我的场里面下滑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开宝箱，开宝箱。种子问号，它又是种子问号。他怎么都是问号？可恶！啊，对啦，小玉还有啦，就是啊，都给你解了，我拿什么？我晚点去找出那一段剪出来好了。啊，等一下开到12点啊，我去把像之前番茄说的那个剪出来。可是也是番茄不是在我的台上说，对吧？对吧？番茄那个啦。那天不是在玩抓鬼的时候，说那个不是猎杀，不是猎杀，雪豹就死掉了。把那段剪出来。ドラニ。漫画。哎，还一张五嘞，奇怪了。ドラニ。哎，那我记一下时间点。哎、欸，我不点跳过吗？哎呀，我还点魔力宝贝啊！斯兰克没了，我还切窗再输入，提醒自己捡那个小鱼跟番茄。要。小鱼的准备上班，拜拜，好，大家拜拜，不是大家拜拜啊，番茄猫拜拜。我番茄吗？我刚说番茄妈吗？哦，棉被猫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刚刚是番茄猫，完蛋了！你要想一下，哎，我的画面是这个，哎，番茄打完话，棉被猫就说拜拜。来，让你们瞧瞧。立即。你看，番茄讲完话，换棉被猫说话。为什么要伤害我？又嘴飘了，没办法，很累。好，感谢陆雪。
ときは不可見封闭。你丢 life 了，我把你编了。好啦，欸，这人好扯哦！你今天没上班吗？欸，不然我开个频道是 life 精华好了啦，如何？我开个 life 精华频道给你们慢慢丢啊，那边就只要丢 life 精华就好了。欸，小鱼，你可以帮我开一个新的吗？还是我去开？不然有时候会被刷上去，根本看不到什么什么歌鬼，蛙歌鬼。小鱼在吗？小鱼可以开吗？还是我开？活动等听见到。欸，帮我开。小鱼在吗？需要你。你晚点开好。他可能正在忙，他在开店不是吗？所以才问他。啊，如果那个频道开了，就只要丢精华就好，不要再丢，不要再聊聊里面聊天什么之类的，不然被刷上去。砰！欸，哭啊！砰！砰！七！哎，欸，呆宇，如果你没上班的话，你要不要唱歌？绿茶牛奶安安，要不要开刷？刷啥？没有啊，200后没东西啊。你们是不让我去厕所？午休了，大家午休了，不行，我们下次玩游戏都要改100，好不好？100才换游戏，然后再开始一些东西。你只是在午休，那你要唱歌？白鱼早上有说要去上班吧？还是求了某一个人？还要？求了某人一些东西，什么东西？然后200下一个规则，不可能啦，不会到200人啦。我马是路过点一下，路过点一下的。啊，午休吃早餐了，好的，我也要关台了，我要去休息了，我要去，我今天还没有剪精华，因为今天高那个末日生存的剪完了，所以想说多剩一些小影片就。随意剪，我在想要不要剪昨天断手的那一段呢，欸？我啊，你把我手那个看到我手断掉那一段，哇，好啦，送你。可是你没有安妮画面，只有照片，照片就够了啊。ダブルリーチ。
又贴一个画面出去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画面就够了啊，眨眼是给多好，不是我本身就很好了。气，我差点天河哎、欸。都是我不够好，没把你照顾好，你打我骂我就是不要拉黑掉，我想我不够好，能不能全忘掉，你不理我的日子我总睡不好。你可以考虑把三个素材集成里面，哪一个啊？你是说你被你骗了我们啊、你被那个鬼搞，然后我手断掉，小鱼的应该是另外一段啊，因为那个是跟魔力宝贝有关的，那个是另外一段。对啊，这几个可以考虑集在一起。不会，我觉得抓鬼就归抓鬼啊，魔力归魔力。话说我骗你们什么？你跟我讲说不是猎杀。啊，呆鱼不要有压力，呆鱼。哇，傻眼。看来双粒子不属于我。哈哈，哦，好棒哦，一人力银行，去吧，有机会耶，一个。一个再一个，哇，完美完美完美，歪了，没歪，好棒好棒好棒哦！哇靠，198869，你这么糟，我真的这么不想要腕子哦。
贪心了。我没有赚到一个红宝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番。还要用那个好丑，乱色，乱色。哎，呆云是不是有点惨啊？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。弄先吓吓他，要清唱海绵宝宝，唱过了，我唱完了，你可以往前拉。这一场之前吧，是吧？你可以往前拉到东一局之前，你唱完了。不是哦，上上场，前一场，前一场唱的，所以是半小时前，对。如果那个利恩那个那还是谁白痴给我在那边什么播我的歌的话，跟我说一下，我来制裁一下他。啊，利恩，小心一点哦，感觉是你会做的事情哦。鲅鱼背口是要唱歌。鲅鱼背口，你来唱好不好，李恩？啥回？我看你好像很开心欸。我喜欢李恩恩带度，李恩恩带度。什么幺九牌那么多？什么东西？有人讲国吗？还是什么？直播31/13的时候，那么早，什么意思？刘局满贯，没有啦，只是想要端腰而已啦。
黛玉，我来啦！砰！黛玉躺好。扔。哎，我叫你躺好。哦不，黛玉，你奶昂呢？对家要 QQ 了，我也要 QQ 了，好吗？想尿尿。李锦，啊，海底摸月喽！没有嘞。三张，可恶！好了，感谢各位，十二点了。啊，晚上再开。哎，晚上会再开啊！我等一下去厕所，然后顺便上传贴图跟剪个影片。好，好哈，好，没有打了啦，好啊，感谢九九，感谢马同学，感谢赖，好的，感谢大家啦，来结束前，我们再来听一次我们西敏可爱的声音，可爱好听的声音。啊，广告广告，不好意思，要广告。胸前我在左手，默然冲在右，黑暗在我身后，火焰闪电轮流，攻破了防守，都不需要我出手。那里是否有条宁静的河流，无暇的光芒落在无限白昼，信念在歌手，黑暗在颤抖，等着战斗。雨水下一秒被朦胧的眼底复活，朦胧的我们摆个帅的 boss 格斗吧，勇士保护公主，朦胧的原地复活，朦胧的黑暗冲破吧，有谁等着被我萌萌哒，我很温柔萌萌哒，笑声才是放出无限大能量，开始格斗宝贝萌萌哒，还在犹豫什么啦，选个角色吧。欸，还有啊，等一下我来找，我二十二分钟是不是那样，现在是点四十四分钟，听一下哦。今天安妮的会，你清唱就好了，你清唱就够了啊！来了来了，你可以戴耳机播你那边的歌清唱，不要。那很可爱啊。对啊。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？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？我爱我的话，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呀没时差。等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，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，听不见。好的，那关台咯，大家晚安，休息了休息了，拜拜拜拜。